你以后能不能更像女子一些？你的意思是我不够女人？不懂得浪漫的人，屁孩屁孩。明知我好你好多戆大呆，为怎样遐多问题放乎我猜？费这么大劲儿，就为了私会啊？一定是有要事，我建议去赴约。干什么？你就会这么个玩意儿啊？不行吗？人家是在约你，损啊损！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做"飞书传情"啊？我跟他心意相通。心意相通就不用多写两句了。那你说说写什么？不会吧，这都要我教你啊？行，我不看。不多写一点啊？没这个必要。别偷看。你今日用了香粉吗？啊，是珍珠用的，我可能不小心沾到了。好闻吗？看来这位丫头品味一般的，品味一般的，品味一般的。长歌，魏淑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长歌，你怎么来了漠北？自从流云观一别，我和乐言都很担心你。阿隼，快过来，给你介绍一下我在大唐的朋友魏淑玉。假错假错，我跟你说了放手。你朋友好像不太喜欢我啊？他性子就那样，你别介意。